同学请起立。Thank you.
机了。然后，还有另外一天，我经过某一班的时候，发现他们下课的时候非常有节奏性的敲板子。身为各位学长，剩下12天，我得跟各位说，现在已经不是你们可以心烦意乱的时候。就算是5分钟也好，希望每个人每天累积5分钟的时间进行思考，就是思考未来自己想要说什么，冷静一下。就像是我刚刚其实进来的时候，看到这种场面，众人数还非常紧张，多亏玉明老师叫我闭上眼睛以后，我才得以冷静下来。但是我现在还是非常的紧张。好。然后想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从国中以来到现在的升学历程。是。各位老师、各位学弟妹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高三初班谢梦婷。那其实我也是从外校，然后经由机测考进本校的。那我想说，就最后12天了，是请各位不要再练习什么进阶题之类的，因为其实机测的全名叫做基本学历测验。并不是要进阶学历测验，所以你们就只要把每一科的，就每个单元的大纲把它就是了解清楚的话，我觉得你们就可以掌握大概70-80%的机测。那我知道最后12天可能会非常的紧张，有一种想要就是赶快解放的感觉，但是就是因为最后这12天其实是蛮重要的，所以我希望可以各位就定下心来。那如果你真的是已经没办法念不下书的话，我觉得运动是个非常好的方法。请初三七班同学起立，双手交叉在胸前，头低下。Thank you.
愿一切知识的主天主将他的道路指示给我们，愿永的智慧基督教导我们真理之言，愿真福之光圣神时常光照我们的理智，使得我们学习正确和美好的事物，并在生活中实行。愿圣父、圣子、圣神驾福你们。阿门。让我们带着丰富的祝福平安地回去。感谢天主，谢谢圣父。